歌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是要送给在座的各位，以及我的家人、我的好朋友。相信今天中原大学我的好朋友们应该也坐在台下，尖叫一下哦！好，不是这么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啊。这首歌叫做《远在身边》，送给大家。起来才知道很难，可是一想。